大家好，我是吴秋峰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《My Guy Tuesday》日常新生活。今天跟我玩的是娜娜和风破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哦。上一次我们干到哪里了？做事做到哪里了？上次是说什么？你要先跟我说你们上个星期在干嘛？我们上个星期哦，盖马房，我想起来了。哪里？你看下面有一个盖到一半的马房，有没有？为什么盖到一半而已啊？喂，因为没有建材了。你们又需要什么建材啊？我要花岗岩。有很多啊，家里面应该还有一些，还有一些啊，一些就勉强够用这样，不知道够不够用啊。好，哦，那边有在动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好了，我先去盖了，我继续把那个花岗岩把它盖好，好不好？盖好来着。我去挖一点回来，需要什么？你需要什么？我需要你们陪我聊聊天。哎，娜娜，新来的，你今天你一集没来。把你把这条路的那个雪扫干净。嗯，干嘛要扫掉？明明很好看。把这个路上的雪扫掉。明明很好看。要扫地了。要扫地。那个观众有曾经有观众跟我抱怨说：“哎、欸，秋风，你可不可以把那个地上的雪扫干净啊？拜托，这是娜娜要做的好不好？”你搞了什么事情啊？奇怪。上一集是那个纸片做。他有扫吗？结果没有啊，他当然没扫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把我的树打掉了？需要，然后还去。这是我的造景树哎、欸，我特别在那边种一排哎、欸。真假的？别人的台麻烦你们扫一下。因为我看到没错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那只马在那边啊？风破的声音有点小。我的声音有点小吗？我把调到声音。嗯，这样的声音有大吗？要的吗？你说什么？你看那只马。他在说马怎么了？你的马要跑掉了。我的马跑掉哪里？你去把它牵回来、啊。黄金马吗？你去坐上去把它让它回来啊。哎。对啊，让他就乱跑。我看一下要盖什么样的建筑。嗯，需要目前好了，先吐出去了，不管了啦。都成熟了，可以先采收一番。哎呦，下去，你去把马都牵回来啊！还有应该还有两只吧，一只吧，然后还有绵羊。可是绵羊没有办法养在这里啊，绵羊养在这里也没有用啊。绵羊另外。另外再找地方养，要圈养。哎呦，种子好多哦！哎呦，可以。这样子的话呢？感觉我台怪怪的，都不笑。你的台怎么了？不知道，爆炸要爆炸了，对，要爆炸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我们一致的想法都一样。你的台要爆炸了、哦。不是，只是我看到那个什么聊天室完全没动，感觉有点恐怖。等一下，我刚刚的聊天室也没怎么动，真奇怪。真假的，你聊天室也没怎么动。对啊，今天大家好乖哦。对啊，今天大家怪怪的。对啊，让我好开心哦。是不是因为我设了什么慢模式120秒，导致你们都不会讲话了？应该不至于吧？关门。很有可能。不行。有啊、嗯，好多人都说他第一次来看哦。怎么这么多人？你第一次来看？对啊，我也第一次哎、欸，你们也第一次，我也第一次。真巧哦，真巧。好巧哦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我退取卡住了，有人跟我说没动。我的退取也是吗？可能、哦、你要刷新一下、嗯。我重新整理看看，可是我上传都很正常啊。没有。我是聊天室开，你是看他看三台，这观众是怎么开的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其实真的不太够哎、欸。什么不太够？就是这个屋顶不太够。屋顶不太够，怎么？安、啊、哦，正常了，好刚刚。那非常好。不行，你屋顶什么东西不太够啊？花岗岩不太够啊。花岗岩。对啊，花岗岩不太够了。嗯。好，我去挖。我可能不能盖这么多格了。可能现在就要补起来了，让这个屋顶是平面的。那这个下马杯就不能在这里了。你还是移到旁边吧。对，我的下马杯。是颜色的啊，我忘记了。你说什么？花岗岩是什么颜色的？花岗岩是红色的。我要在这边立一个下马杯。思考中。下马杯，好了。在附近好了。那都不清楚，多盖点东西哦，安安，安、啊、你们这些观众，哇，好凶哦！风破的口头禅吗？这已经变成风破的口头禅了吗？
好凶哦！我觉得观众凶。我才一天不在而已，你这么凶。你看，风波就这样。哦，风波你怎么了，风波？他学坏了，在你不在的那一天被纸片带坏了。咦？有下雪又没下雪，纸片都把他带坏了。风破声音真的比较小哎、欸，我的声音比较小吗？真的，的蛮小的，小的听不太到，大声了、欸。我听不太到你的声音，娜娜的比你大很多。我的你才跟我说很小，我才开大的哎、欸。我调很大声的，说实在话，很小声的话，那也蛮奇怪的。好了好了，我这边有六格，可以停六格吗？哎、欸，台少就平静而已啊。平静好事啊我真的不够了，围不起来了。我在挖，我在挖，等我一下。砍个树吧。哎、欸，挖到铁。这么好哦。嗯。哇咻！挖一组一。哎呦、欸，你在哪里挖？我在那里看到一个人，那个人是谁？在甘蔗旁边。哎呦，我了。该不是我吧？我在地下。好，谢谢谢谢订阅。吓到你不干嘛？你就被吓到了是不是？订阅到是放了什么音乐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听不懂，对不起。很酷哦，我听不懂。我跟你说，小千浩每次都会被他那个订阅的声音吓到。谢谢订阅。我那个应该在打斗的场面的时候突然订阅一样，或是玩恐怖游戏的时候。或者是你会玩吗？我比较少玩，还是会玩呢、啊。可是我在玩恐怖游戏，都是在吓别人。我跟你说，小学号玩恐怖游戏，他完全不会被吓到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有挖了吗？我也要去挖，我发现真的不太够了。我挖了整差不多要100颗吧，够吗？100颗，你先丢给我吧。那个是风破，欸、不是娜娜。我想说，娜娜在那边要走过去。等我、啊，我看一下我怎样上去、啊。真的是被炸掉了。你要下去吗？你直接来上下面的那个、哦、下面的那个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那马房，你在马房等我。好，我过去。我的，哦天哪，这边要做另外一个东西，有点麻烦，不知道怎么。你在马房了？不是啊，不是。你忘了？你看看你，安安。我秀。哎。我觉得盖。我觉得用实况卡那个也可以看到去就是 YouTube 直播吧，所以都可以吗？退去 YouTube 都可以吗？好像是都可以耶。嗯，都可以就好。看，我把这一格也挖掉。小修，转后面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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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为什么都要这样吐？兔子，不然你要我怎样给啊？奇怪、欸。哎呦，东西都乱丢。他乱丢，丢两个而已。好了，够了，让他继续去忙。啊，那是什么？那个洞还没有封起来。哪个洞没封起来？你不是说那什么天然造景那个地方超天然，然后那边就再也没有把它封起来？真的吗？那边那两个洞，两个洞没封起来哦。对啊，打到。那你把它封起来啊。我封起来。那个真的超天然，我们上一次根本就找不到出入口，好不好？找不到出入口是怎样？就是太天然了、啊。还有这种事情？就是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。好了好了，差不多了。我不想盖这么多层呢、欸，因为马房我想随便一点，就把它封起来好了。现在就封起来。可以。哦，这里想要弄这样子应该好了。这个。哎、欸，娜娜做太阳能板给我啊！太阳能板怎样做？太阳能板怎么做？用石英啊！石英跟红石是不是？对对对。那样子我的马房就有太阳能了。我身上没石英，不要找我。不要找你，柜子里面有啊。我不在家。风破做一下好了，风破做几个太阳能板来。啊、太阳能板那我要去维基找一下。其实我也不太会做。安、啊、安、啊、第一次看直播，安、啊、安我也是第一次看直播。我还在不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好了好了，补起来了补起来了，就这样好了。我看一下，从上面看过去，从下面看过去。那我要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要不然我怕崩。小修。哎、欸。新年快乐，红包拿来，谢谢。新年快乐，竟然新年就跟人家要红包，真是没天良。当然，这是小孩子应该做的事情，所以那红包拿来。我把这个拆掉好了。维基啊，查一下维基百科。前面有、
这个好丑哦，怎么马房可以这么丑啊？不是你盖的，马房怎么可以丑成这样啊？你还不是你自己盖的？各位观众，怎么可以丑成这样？你自己盖的啊，奇怪，真的超丑的。怎么可以丑成这样？不知道，我先。好像什么蘑菇屋哦，蘑菇屋哎，真的啊。行，跟慢走，好。我把这一条挖掉好了，改成那个，一样改成花岗岩。哎，我花岗岩不够了。哎，够了，花岗岩够。先在这边插满火把一下。好丑哦，怎么会丑成这样？大家给摸尾巴吗？不给。谁摸尾巴？你说猫吗？没有啊，我关注都是把我。这个生存并没有装模组，这边是纯天然没有的。纯天然。纯天然。连整理包包都没有。嗯，好，这边。我觉得应该要盖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出来。小秀，你还需要什么吗？我需要、哦、煤炭。需要一个展示框。展示框要那个牛皮啊，皮革家里好像有，有了。皮革家里有，还有看到。我们来做那个好了，做一张可以视观看的地图，看一下这附近的景色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这样好像比较好哎。做张地图。安安，哎，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哦。啊哈。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吗？什么？不行。可以滚着塞。我又迷路了，我迷路了。你又去哪里了？对啊，好扯哦！这矿坑是不是？对啊。你可不可以在外面挖矿就好了？等一下，我都迷路了。怎么这么惨啊？这是哪里啊？你呀，这是哪里啊？我先，哎呦，这边的树都长起来了，感觉很漂亮哦。我在这上面也种树。OK， 拿走过来。你在原本那个矿坑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我那个专属矿坑那边。专属矿坑，我们不能去是不是？然后你走到下面的时候，它变成单条路的时候，你要你发现要左边有一条路可以进去，我就从那边，然后就失踪了，就那么简单。我在这边种一些树。啾！我在那这边也种一棵树。你再说一次，你刚刚在哪里？就你那边走下去，然后它变成一个单。嘿。好了，单条路的时候，然后就要亮一点，然后可以进去。我身上的东西有点多，就在这里而已啊。有安德，我的材质包是预设的啊，是啊，为什么不是资源包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刚刚是啊，完成，好了，现在是哦，好不好？完成，没事，完成，我预设，哦呦，等等，我的栏杆被苦力巴扎掉了，神马清醒啊，现在。我只不过调一个预设材质包，有人叫我调，就说哎、欸，那个秋风，你的材质包不是预设的，叫我调回来的时候，然后我再调就被苦力怕偷炸了，又一只来了。有啊，有人来跟我说娜娜告诉秋风他没有换材质包。对啊，我换了，换好了，就被偷炸了。原来，原来就只在旁边拿出口。我不知道。太扯了。哎，奇怪，这个应该不至于吧？往花岗岩上去放一放东西，又要重新铺了。哎、欸，掉了，没关系，还有一只。哎呀，浪费时间，没关系啊，苦力怕一直炸，我们就这样一直浪费时间，这么喜欢炸，这么喜欢浪费时间。对啊，不晓得观众就喜欢浪费时间，我就来浪费我的生命。浪费生命。秋风，你到底有几个阳光探测器啊？几个阳光探测器，我也不晓得哎、欸。你去安装在屋顶上啊。安装在那个马房的屋顶，然后让那个马房里面天亮的天暗的时候，可以那个里面会亮，这样就 OK 了。怎样才可以让它里面会亮啊？它那个可以改成那个啊，就是感应月光的啊。我那个因为我没有做过，所以我不是很清楚。没关系，你做出来的时候我来放一下。啊、我也没有玩很久了，不过它有现在有感应月光了啦。以前刚出的时候只有感应阳光而已，现在已经有感应月光了。我又改了。对，已经有改了。我挖了一点安山岩，挖了一组多的安山岩回来了。